做人什么上困难？啊，人情薄薄欺负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比袂着上苦，上的苦涩比袂甲苦，上讲要甲咱烧出路，第来呀，甲伊一步。吃苦，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志气就呀哩哟，上好呀就吃苦了苦，比酒呀就快乐，呀哩哟，呀哩哟，不怕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比袂着上苦。什么苦涩比袂较苦？上讲要甲咱烧出路，第来呀，甲伊一步，第二爱不惊吃苦。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志气就呀哩哟，上好呀就吃苦了苦，比酒呀就快乐。呀哩哟，呀哩哟，不怕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。你要唱一首内心的歌，这是雅里有什么内心的歌？你告诉我。对哦，这个是跟李明就是有感而发。那头一波就是讲，甲李明讲，你就是吼爱拼家己，吼，家己安尼李明在身体健康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内心的话嘛。这是内心的话啊。好，我跟你讲什么叫内心的话。内心的话就是不敢大声嚷嚷，放在心里哦很久，终于遇到有一个。指引人哦，告诉你说，哎，可以这么做，你终于鼓起勇气要讲出来，这叫内心话，啊，谢谢老师，你还剩下一次的机会哦，如果今天有赢的话，咱已经听过你唱足侪条歌，但是你大概就带你拢是满满的能量，哦，我相信你咧服务里面，你嘛是拢安尼，你的表演，其实你表演很专业呢，哦，不管服装也好，动作也好，唱歌哈，每一个熟练度我感觉已经无输这专业的这歌手啊，足厉害。